无爱，就现在 ，Memory Lie， 因为你无情而去更改记忆。一打开，便徘徊在久未知识的原来，也应该无需更改。你会明白，此刻需要一个置身事外，像比赛不能等待，该抛开是全抛开，让爱火力全开，轻轻松松明明白白，次次大概秒杀奇迹徘徊。每位生活的不尽，应该喜笑颜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全由爱主宰，快乐的快快摆卖，谁一般的存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全由爱主宰，快乐的快快摆卖，谁一般的存在。波波邀您收看腾讯视频，拍视频超防抖，更稳更清晰。OPPO Reno 2邀您收看腾讯视频精彩剧集。你真的决定要退出娱乐圈了吗？嗯。结婚的日子，我和安宁的姥爷已经选好了，就定在明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是。美智源果粒橙邀您观看，走进你的记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如果你要是为了浩谦婚事来的话，我想咱们俩就不用再谈了。我想把龙腾集团的一半股份转让给你。什么意思？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你签字就可以了。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年纪大了，不想操心。这是我亏欠你的，别有压力，安心接受吧。你不会是在耍什么花样吧？雅若，请叫我林总。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真心的。不会是你们龙腾集团出现了什么问题，你才来找我的吧？随你怎么想吧。合同我放在这里，你签好字可以叫人拿给我。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然后接受它。等一下，无论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想跟龙腾集团有任何的瓜葛。合同你拿回去吧，我不会接受的。好吧，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随时来找我。这个我会替你留着，只要你想要，随时可以拿去，我不会反悔。待会儿进去工作，别太辛苦了。安宁，夏天你怎么来了？你猜。这也就交给你了，你们两个多帮忙，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去忙吧。那我也去换衣服。安宁，你也给我找一件衣服吧。我虽然没有你安大厨的手艺，可是我也演过不少的服务生，说不定啊，有我这个大手脸，还能给你拉顾客呢。还是一个客人都没有，这么冷清啊。哎，总厨您怎么回来了？哦，回来看看。哎，你忙。你怎么回来了？我在医院里不踏实。事情解决怎么样了？行，你先忙吧，我换衣服去。哎，忙什么呀，你也不用换衣服了。为什么？没看到吗？一个人都没有。
这没客人就不知道想办法了，没客人就不干活了。你们呢？哎，你跟我较什么劲啊？老大回来了。都干什么呢？一个个的都跟丢了魂一样。我不在，你们就是这么干活的，啊？这次酒店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必须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对方，嗯，那天客人吃的菜用的食材在哪儿？都在冰箱里呢，相关单位来检查过了，说是没问题。那天菜是谁做的？是我，可是我都是按照正常流程来做的，我发誓真的没有问题。客人点的什么菜？莲子汤、家常豆腐和素炒香菇。这些菜不想喝呀，怎么会中毒呢？确定食材是新鲜的吗？老大，这一点啊，我们还是敢保证的。每天早上我们都会进最新鲜的食材，而且酒店有规定，我们从来不用剩菜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管怎么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我们的菜品没问题，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现在我们就是做好本职工作。来客人了。啊，真的？真的，看到没有，我一回来就来客人了。来了几位？两位。点了什么？行，你先去好好招待着，千万不要怠慢了。是。我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局面都感到很沮丧，但是我坚信龙腾一定能够度过这次难关，请你们相信我。我希望对于大家而言，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挣钱的地方，还是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大家庭。我宣布，现在外面的这两位客人将会成为我功臣此生的 VIP 客人，只要我功臣还做一天厨师，我就会他们两位服务一天。干活啊。好，你们这是？你好，两位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腾酒店的主厨功臣，很高兴为你们服务。今天这些菜呢，都是我亲自掌厨为两位做的。可我们不是 VIP 客人啊。我知道，但是龙腾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时刻，两位能来，能坐这儿吃饭，就说明你们对于龙腾非常的有信任，有信心。对此呢，我们就代表龙腾的所有员工对两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谢谢。哎，你这客气了，龙腾以前的口碑我们早就有所耳闻了。没错，龙腾做了这么多的善举我们都是知道的，我想这样的酒店应该不会给客人下毒吧。谢谢两位，今天的话我功臣铭记在心。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只要我功臣还做一天厨师，那么两位就是我永远的 VIP 客人。从今以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来龙腾，你们的菜都由我来做，并且没有限量。坐，请坐，请坐。为了表示感谢，今天的这一餐呢就免单了。祝两位身体健康，用餐愉快，新年快乐。没有。好，没有。
你说这样的酒店怎么可能下毒害顾客呢？现在还躺在监护室里呢，今天我必须要见到你们老总，请他有个说法。爸，你快来看，怎么了？没有预约你不能。哎呀，我您看看都什么人呀？你看看你们酒店什么态度啊？这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不行，我得跟他们说道说道。哎，你都多大了，还这么冲动啊？坐下。哎呀，我不能看着我姑爷受委屈吧？你看太不像话了，这简直气死人了！有这么污蔑人的吗？他不知道人嘴是道，能杀人呀？这事情总有两面性，所谓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哎，行了，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总之你不能去，你去了准添乱，万一和人家打起来，这不给浩谦脸上抹黑吗？你再让媒体给你爆出去，哎呦喂，他有个神经病的丈母娘，这不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啊，爸，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哎，行了行了，不去不去还不行吗？是，哎呀，安宁也真是也不打个电话，真让人担心。总厨，总厨，外面来了不少客人呢。大概多少？大概二三十个。虽然和以前的龙腾相比还差十万八千里，但也是个好征兆了。这都是之前那两位客人在直播中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还把总厨那番话发到了网上，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客人过来。还等什么？谁走谁来。那我先去忙了。好。虽然现在客人不多，咱们要认真的做好每一道菜。老大，除夕宴都被取消了，剩下一些散客，我们准备了那么多食材，是不是都浪费了？你们知道当初有多少家酒店请我，我都没去，为什么非要留在龙腾？因为给的钱多。钱。因为龙腾酒店每年除夕宴都免费招待全市的孤寡老人、孤儿、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每年端午节都免费给市民发放粽子，中秋节发月饼，腊八节发粥。最难得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件事儿炒作过自己。这是什么？这是仁义。所以我坚信老天爷绝对不会让这个仁义的气焰磨灭，老百姓也不会因为这点谣言就对龙腾产生怀疑。我们现在要好好的保护龙腾，不能让这个仁义的气焰再受到任何伤害。龙腾现在需要我，更需要你们。老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和龙腾站在一起，不离不弃，是不是？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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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来，多喝点汤，妈熬了好几个小时呢。来，闺女，喝啊。嗯。我吃饱了，我先出去一下。安宁，这孩子怎么吃那么少呀？这怎么行呢？我想他可能是担心龙浩谦了吧。这件事怎么解决的？哎呦，我这心一直悬着呢。您就相信浩谦吧，他一定会妥善解决的，您放心。什么事儿？就想问问你吃过晚饭了没有？就算事情很棘手，也要记得吃饭哦。
如果忙完了要给我打电话。如果打电话不方便，回短信也可以，不论多晚。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合适还是不合适。怎么不合适？我们那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不好？就感情而言，龙浩谦对你确实是没话说。可是我一想到他的家庭背景，我就替你担心。你不也一样？你什么时候要让叶明勋转正啊？我都要替他打抱不平了，你好歹也付出一下吧，不要总让人家一个人付出。我不是不想付出，也不是不想让他转正，我只是害怕，怕一切的付出到最后换来的都是伤害。其实在说你的同时，我又何尝不是在说自己。想到叶明君的家庭，我就觉得格格不入。商场之上没有永远的敌人，这次的胜负已经分得很明显了。难道令总还要继续做龙腾的敌人吗？你觉得呢？您是聪明人，我喜欢和聪明的人打交道，不喜欢和那些耍阴谋诡计的人为伍。这次龙腾酒店的事情，媒体虽然有负面的报道，可在网上抹黑龙腾的水军，应该是您的杰作吧。令总啊，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什么水军？您不会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装糊涂吧？我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我还不至于用这种小伎俩。交代就不必了，这件事情您知道就行。至于怎么处理，交给你了。龙浩谦，你是我遇见过最强的对手。能成为令总眼中最强的对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荣幸。你的商业头脑让我很佩服，我承认过去的几年我确实用了不少手段，我用尽所有心机， L 集团的业绩却日渐下滑，而龙腾每年又是失周又是宴请孤寡老人，这些年是我瞎眼了。不过说真的，你这些年没少让我心里添堵，看到你能为这件事情头痛，我挺痛快的。头疼这件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头痛。作为你的对手，斗得累了。不知道如果作为盟友的话，会不会更轻松一些呢？能有您这么优秀的盟友，对龙腾集团来说是一种荣幸。我很期待和令总肩并肩向前进的那一天。L 集团和龙腾集团合作，我相信一定会拓展出新的光明。期待和您的合作，合作愉快。哦，对了，明年的除夕宴会记得叫上我 ，L 集团也愿意加入你的慈善队伍，随时欢迎。和顺。一门有百福，真棒呀！老爷早，妈早啊！早。安宁起床了吗？安宁，嗯，她不在房间啊？不在。嗯。安宁，二字值千金。安宁。太棒了！安宁不在洗手间，是不是已经上班去了？早。不是，你怎么不接电话也不回我短信啊？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你没事吧？跟我走。昨天晚上开了一个通宵的会，手机一直关机，早上才看到你发给我的消息，家都没回就跑来看你了。现在啊，我又累又困。
那事情都解决了吗？解决了，检验结果出来了，我们的食物没问题。那就好。那个客人现在怎么样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他是前一天晚上吃了很多的驴肉，没有消化，第二天又在我们餐厅食用了菌类，两者产生了化学反应，突发的疾病。难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到。对不起，让你担心了。看到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段时间看到你承受那么多的压力，但我却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很过意不去的。傻瓜，你只要好好待在我身边，乖乖的就好，我就很幸福，很满足了。我等会还有会要开，半个小时之后叫醒我。休息吧。龙腾酒店的事儿您知道吧？嗯，这两天股票跌得有点狠啊，不知您可有什么应对之策吗？龙腾的事我早就不插手了，今天我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宣布。我要宣布的是浩谦的婚讯。啊，这个时候对外宣布婚讯对龙腾来说不妥吧？是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让龙腾如何走出这次危机。虽然调查结果都证明龙腾酒店是无辜的，可毕竟网络攻击很厉害，人言可畏呀。如果这个时候以结婚来炒作，提高知名度来影响企业，我也认为不妥。结婚是结婚，结婚和这次的危机没有任何的关联。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宣布。海湾的项目 L 集团最终以天价拿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海湾的项目是块肥肉，谁都想得到，不论是 L 集团还是龙腾集团想要独吞下来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故意将龙腾的竞标价格抬高，并且透露给令泽宇，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和龙腾竞争到底。 L 集团想要拿下海湾项目，势必要倾尽所有的流动资金注入到这次竞标当中。他没有想到 L 集团就算以这样的价格拿下来，后续资金跟不上，最终只会将他拖垮。再加上 L 集团近年来的产业严重亏损，那些原本打算入资的企业知道他们内部真实的情况之后已经纷纷撤资。相反，龙腾集团的度假村酒店项目自启动之初盈利就日渐增长，现在已经是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了。那海湾项目我们就此放手不管了吗？哎，这么快涨上来了。海湾项目有能力入资的企业并不多，综合能力考虑来，龙腾是不二的人选。所以就在昨天晚上，龙腾集团和 L 集团签署了合作协议，成为了海湾项目的第二大股东。今天早上这个消息正式对外公布，所以龙腾集团将迎来最大的合作伙伴，那就是 L 集团。好啊，好啊，好事啊，好事啊。好，进去。哎，总说怎么还没回来？啊，马经理带他去医院换药去了。那现在外面客人多吗？哪有客人呢？往年除夕夜，客人们都是提前预约的，可今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谁会预约呀？昨天还有一些散客，可今天是除夕，大家都在家过团圆年呢，谁会出门？
新年快乐。小五，你怎么来了？北方，不是说龙腾每年的除夕宴都很忙吗？我特意回来帮忙的。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快说。食物检查报告今天早上出来了，和我们根本就没有关系。真是老天保佑，太好了。不仅如此，一家很知名的媒体专栏可以针对此次的事件义正言辞地批判了网络上那些造谣生事的人，而且还对龙腾这些年的所有善举一一罗列。总之，这次龙腾的冤屈彻底洗清了。哇！这次贵社对龙腾酒店的专栏，谢谢了。上次您和安宁小姐送我母亲回家，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谢谢你们。这次啊，就当报恩了。报恩就严重了，没什么，送老人家回家嘛，换做别人也会做的。龙腾集团这样仁义的企业，做了这么多慈善好事，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诽谤。就算不是我，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说公道话的。不论怎么样，还是要感谢您的。有机会请安宁小姐一起出来吃个便饭吧。当然了，能早点喝到你们的喜酒啊，就更好了。快了。这除夕宴你们就是这么给我办的啊？老大，那个你看也没人来吃饭，我们在后厨也没什么事可做，我们就坐着歇会儿。没客人你们就在这玩是吗？那客人来了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敢吃饭吗？哎呀，你别说，听别人说这里的年夜饭是免费的，真的吗？来，快去做准备。好，等一下，您这就去给您准备年夜饭。去喝水。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来来来，小心。真的，不要钱。当然是真的啦。爸。您这是要去哪儿啊？龙腾酒店。还说不让我去呢，您去做什么？我肯定不去跟人家打架。呵呵。嘴上说不惦记，心里比谁都惦记。欢迎光临，你这年夜饭是免费的？是的，是的，没错。快请进，欢迎光临。无爱，就现在，慢慢来，因为你无期而至更改，记忆一打开，别徘徊。欢迎光临，请问是来吃年夜饭的吗？这位是 L 集团的令总，今天特意来龙腾酒店来参加除夕宴。令总你好，龙总已经交代过了，给您留了上座，请跟我来。令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拿纸啊，对不起。没事。要不您把外套脱下来，我们去给您洗了，回头给您送过去。不用，我让我助手做就好。这边。哎，眼珠都快掉出来了。每位生活的不经应该喜笑颜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全有爱主宰，快乐的快，快乐精彩，神一般的存在，就现在。老爷，师傅，哎呀，听说龙腾的除夕宴很忙，介意我老人家来凑个热闹吗？好，小五，快拿衣服。好嘞，快去，快去，走。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影视高明。
这可是我姥爷。生活的不尽应该喜笑颜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全由爱主宰，快乐的快快摆卖神一般的存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全由爱主宰，快乐的快快摆卖。安宁，看到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大厨。哇，完成。马经理让我传达一下龙总的吩咐，如果菜都做好了就请大家一起去中餐厅用餐吧。好，最后一道了，小五走菜。好嘞师傅。哎，那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个年夜饭。好啊。你干嘛不吃啊？吃吧，年夜饭。好。怎么突然把我接来，还搞得这么隆重？是龙总特意安排的。您这边请。喂，那你小雨怎么在这里啊？好像没跟你讲吗？现在药集团可是龙腾集团最大的合作伙伴。什么？怎么会？在浩谢那儿，一切皆有可能。这边请。哎，老爷，妈。啊？妈。哟，你怎么来了？是浩谦叫人接我过来的，是怕我一人在家过年，心里难受吧。浩谦这孩子还真是有心哦。好了，快去吃饭了。哎，走走走走走走。大家好，今天是春节，也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龙腾酒店每年都要举办免费的除夕夜，宴请孤寡老人，宴请孤儿院的孩子，宴请那些社会上无家可归的人。起初我也不理解，只是觉得这么做我心里面会舒服。后来发现，当那些受到帮助的人露出真挚的笑容的时候，这个举措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我龙浩谦，从商很多年，经历过各种风风雨雨，挫折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并不快乐。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人，他告诉我，人要脚踏实地地活着，心里面才踏实。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曾经的我，活得太过缥缈了。他，真诚、善良，很傻、很天真。有时候做事不计后果，但他教会我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在这儿，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当我看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我的员工在龙腾危难的时候，那样的众志成城，那样的不顾一切，我很感动。我也想对大家说一声感谢。今天是除夕夜，我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个忙，在这儿帮我做个见证。遇到你之前，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童话。遇到你之后，我想把你整个世界都变成童话。本来给你准备了一套很美的礼服，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最美。
我想做你的王子，为你遮风，为你挡雨。安妮，你愿意做我的公主吗？嫁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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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等一句我愿意，想多一百句也想听，书画般猜他爱你。过去了吗？行了，下班了。行了，爱你。终将成为全